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，因为摆支针其实都没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要摆支针在这里呢？你估计他们动机是什么？即是会贪玩啊？应该贪玩的成分，但会即可能摸一摸张凳先再坐。你以前会不会这样？以前少一点，因为不知道会有这种问题发生。